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湾书院与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合作策办台湾雕刻大师吴清华福寿金雕玉镯双人展，自9月17日起至明年2月6日于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 该展获美国两大艺文机构联合办展，展现台湾两位雕刻大师技艺非凡之艺术成就。吴清、黄福寿两位艺术家40年来创作、布着作品集技巧及美感之大成，反映出对台湾文化与土地的热爱。吴清结合木雕技巧及金属铸造工法。 以黄金为媒材，将昆虫、瓜果和花叶等自然环境中的小物写实呈现。作品瓜瓞绵绵，表现苦瓜结实累累、枝叶繁茂生长之独特乡间景象。吴清使用99.99纯金，使作品表面质感均匀完美，打破世界纪录。 其令人赞赏的高难度技术、薄如蝉翼的透光之作也备受国际瞩目。他希望未来能成立吴清美术馆，让收藏多年的作品、艺术资产传承下去。吴清及黄福寿在金雕及玉雕方面成就，以珍玩美境界，曾分别获故宫典藏及人间国宝传统工艺奖项。 金雕大师吴清的17件充满诗意雕刻作品，展现金雕艺术。展览资讯详见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官网。